哎呀，幸亏你赶紧走啊！再晚点的话，再晚点怎么了？再晚点我就下班了。美女，给你30000块钱做我1个月女朋友好吗？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呀？先生，行行好吧，行行好吧，一天没吃饭了。走啊。那个有没有零钱给他点儿？这有手有脚的给他干嘛？他一看是盲人呐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来，我问问你，我男朋友长得帅不帅？帅，先生心地善良，人又帅。看来是真心。是吧？啊？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